林书记兄，这乡镇们以坚决的步伐踏上。记住，老爷一辈恢复不祥有失，快去吧。是。无险，且问无祥姓啥？可在归西之内？你是何人？贱民不足挂齿，来告归西几位神人？还请各地伯将姓说在哪里？我无一时咯，只想要妖术在身，老头想一边，无多不识。你好不容易礼貌一回，无想讲垃圾话，偏偏被我破解，真不怕我一粒撇文。喂，你我表一根琴银啊，你可敌无穷姓杀的血路阁下好大的脾气，可敌小鬼是金母，金林老母。放开本宗的手下，放林老母。哇，不需要打这么硬吧？不用多言，规矩规矩，牵动武力者，引怀强财。引怀多比之孙，先把九星庙火威降强，一族为兄。咦，我告诉西山我手下，我入侵者在那边啊！小安处有问杨忠大神，请台关键一击。归西湖南，天界定是险门飘飞，天修驾临阴书阁。鬼气鬼气不可破，路有一步换进。傻姑娘，看来叔叔咱的目标一致了。抢先失地，唔着叫回家。真以为输的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吗？别拖度，我想引路。一百年来无惊过。